其實今天都帶了很多他們自己的學生來的，剛才的那幾位靚女們他們都全部都是 Miss Tam 的學生，那這個時候我們都想請 Miss Tam 其中一個學生上來 Kissy 謝文雅你好啊，有咪呢阿 Sir Hi 你好Kissy 是有什麼歌帶給大家今天今天想唱一隻英文歌來的，那順便想藉著這隻歌呢想告訴大家即個個參賽者聽選歌真的很重要的，因為譬如可能就算當你是選一首喊歌都好，但是喊歌之中你適合唱 R&B 那種，你有沒有那種 soul 的味道，還還是 show 你的靚聲那種的喊呢，是很多不同方面的考慮，希望他們可以選到一個適合他們的歌，也都證明他們很了解自己的聲音先嘅，咁我而家唱呢首歌可以，我自己好中意啦，希望大家都中意，叫做《You Raise Me》啊。好，交俾 Kiss。咁係我一首好鍾意嘅歌啦，咁但係我想講呢其實我都係同啲參賽者一樣啦，我都係好努力咁啦，即係我係第二大嘅小師妹都係 training 緊㗎，咁就未出嚟嘅都係好俾心機咁跟阿林德布老師學琴啦學唱歌啦，咁都多要多謝林德布老師咁好送俾大家 Innocence， 咁交個台俾 Rinky。
Miss Sam 嘅所有學生唱得非常之好啊 ！Miss Sam 真係一個非常之厲害老師。係咁，唔好意思 ，Ricky， 請你留一留步先。係咁呢個時候咧，我哋係大合照嘅時間，我哋咧都請所有嘅嘉賓上嚟同我哋一齊合照啊 ！Miss Sam 啦、彭雨橋啦、Grace 啦、郭永橋啦、謝文雅啦，跟住仲有兩位參賽者啦 ，Carrie 同阿軒啦，同埋我哋一齊影張大合照先啊！唔該曬各位，咁今日嘅 Yes You Super Idol Search 嘅記者會咧就已經圓滿結束噶啦。咁其實咧參加者咧就已經非常踴躍啦，都有好多人已經報咗名參加。咁啊到時咧就非常之緊張，究竟個比賽結果會點樣啦？咁大家就可以繼續留意咯。都好多謝今日嘅嘉賓啦到場啦，都好多謝今日嘅傳媒朋友到場。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